还没到下午四点入场时间 ，BLACKPINK 粉丝已经绕了好几圈准备入场。高雄的太阳很大，但粉丝的热情更炙热。就算周一早上要上班，前一晚也得冲来高雄追星。是从台北专程上来的。对。那明天要上班吗？有，我都喜欢。什么东西？唱歌、跳舞、身材都喜欢。现在这样已经排队排多久了？快一个小时了。发现了吗 ？BLACKPINK 的粉丝穿着也是别有巧思，几乎都以黑色、粉色为主体色系。就配跟粉红。本来就有吗？还是说特地去买的？我本来就有，那我昨天买的。就是为了特意要来这边，因为看到就是那种高铁上的大家都穿粉红色。还有这位女粉穿着模仿最爱的团员 Jennie， MV 更是每天看，舞蹈说来就来。就香奈儿风，然后就搭黑白，然后再配一点点粉，就想说可以应援他们的粉色。对，我昨天就看看 VIP 八千八，然后我今天又再来看一次。今天好像有特地装扮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珍妮在我这边发型，五个小时。不少明星艺人也特地到高雄看演唱会，像是前一晚杨景华跟先生一起入场，还有啦啦队女神林湘也跟朋友来看 BLACKPINK。 韩团女神的魅力连续两天燃烧高雄。镜新闻转林谢嘉玲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